好，提早少少影啦，欢迎大家收睇 HKQ 2023年3月19日，我哋呢个 Welcome Back Race 啊，咁一场好轻松嘅回归杯啦，啲车手三年前俾咗钱，冇人叫回水嘅，咁啊点影呢场参赛车手名单？哇，头先一个新朋友啊，杰少听讲系玩开100cc 十零次，跟住升格咗玩咗25cc， 但系好怕人哋一撞咗疫情之后就冇玩过，咁但系都有啲。底嘅，所以而家今日頭車都揸過48秒30，跟住一路數落去啦，數一數先。好耐冇玩嘅 Ernest 都攞過第二車，跟住阿 KK， 阿 K 著件衫，著件新衫，攞件新衫擺喺度三年啦。跟住再數 Wimble 比較少上到咁高啊，跟住阿哥阿 Oscar 啦，阿東啦，頭先阿東 Professor 東都轉咗一號車嘅，因為俾翻佢揸，係啦。不過佢頭先排位賽甩咗條喉，冇辦法，佢排位就定 time trial 咧，唔緊要啦，係啦。跟住再數阿 Daniel 啦。Victor 啦，大隻 Angus 啦，阿大摩大摩咧，以前跟六，其實我細佬啲 friend 嚟嘅，佢哋曾經搞過一場杯叫勞役十三杯，好勁，好有擺，因為6月13日搞嘅，叫勞役十三杯，不過講10年前嘅事啦。咁啊，再嚟阿 Jerry 啦，呢個 Jerry 係邊個 Jerry 咧？兩尾一個啊。哦 ，Jerry 退出咗啊，佢玩唔掂啊，即係太攰走咗啦。跟住 Lawrence 啦，亦都係我細佬啲 friend 啦。阿 Samson 貓仔嚴志偉阿鐘哥，鐘哥我搜過佢個身係冇符嘅 ，OK 嘅，係啦，本身帶符。跟住再嚟阿飛機師啊 Edward 啊。即係唞足三年，佢真係去升格中做埋機師㗎啦，已經真係飛機嘅國泰嘅。跟住就阿爸爸東，再嚟阿老妖啊，嗱好得意啊，兩個 friend 一頭一尾啊，老妖帶個 friend 嚟頭車，老妖啊守住個尾門。好，影住領航車帶住，嗱唔好咁瘋狂開胎啦，係啦。咁我哋擺個輔筒咧，就相對會隔開少少嘅。咁啊，控制室嗰邊好多人啦，都有班女仔幫 K 人手啦。咁啊 ，Jordan 啦 ，Jordan 你啱會熄燈嘅。咁我哋已經影直播收啦，不如留翻個老尾啊，留翻個老尾真係啊，有好多車手嘅，啱啱鬥完81100啊 ，Woody 喺度啊 ，Kevin 啊 ，Kelvin 喺度啊，好多好唔好玩啊 ，Woody？ 好啊，好啊。係啦，但係叫大家都勁、啊，最緊要唔好再 spin， 係啦，鬥車好緊要啊，都話。不過我你好彩，我啱影到你 spin 個刻，翻去做翻功課。好，而家所有車19部啊，應該係咪啊？幫我數一數，唔係，因為阿 Jerry 冇跑啊嘛，應該係19。18啊？點解少一屆？5號係冇喎，咩19啊？19五號，應該係19。係五號車。換咗車，佢哋換咗。換咗車又換咗好多次啊！尤其係飛機師可能對機器要求好高啊，換咗好多，換到我都覺得驚咁就係。你飛唔到啊？係咯，因為其實深圳好多機場可以試下嘅，其實佢自己去摸索下啦，自己去。OK， 好，跟住嗱，而家即將會起步噶啦，咁啊收聲先，我自己係啦，等一等。嗱，點解要收到咁慢咧，阿傑？目標啊，阿傑啊，下次睇翻呢段片，你目標係跟前跟領航車，你唔好咁早收，你太早收，你要跟住領航車個 pace 唔係咁樣大嘅，下次跟好啲，慢咗少少啦，太慢，我相信有車會死，就死真係，太慢太慢啦，你要快少少啦，阿傑，留翻啲車就唔死。阿傑要快少少啦，唔係 Jordan 可能嗱，而家條隊係靚嘅，還可以，不過速度稍微慢咗少少。進入雪糕筒 ，Jordan 好快會熄燈噶啦，我會用口角熄燈。Jordan 提早熄燈醒啊！好，阿傑順利帶出啦，跟住一路數住先。K 搭住個二位，再嚟阿第三車邊個嚟嘅？阿 K 嚟嘅。好，照舊19架車數住，我哋數住 T 1冇事 ，T 二順利入曬，出得曬，再嚟四方灣，阿傑帶出 ，K 守住二，阿 K 三啊 ，K 少少料，四方呢度冇事，開始通常呢度會有。問題個冇事啊！頭先阿 Jack 哥同阿 Ben 就炒咗呢度冇事。好，咁而家睇啦，睇翻啦，一隻賽事呢度順利。哇！呢班車手19個 OK 啊，去到呢度起步撞山都冇乜事。睇下呢度嗱，一講咧，通常都會有事發生嘅。冇事冇事冇事。嗱 ，K 黐到阿傑，阿 K 亦都跟到，而家黐住。四車。嗱呢抽好睇啊！呢抽成班。係啦，有個好幫得手啊 ，Davis 啊，係啊，又喺度同埋 Morris 兩個孖寶咧幫我手，真係相當好嘅。好，頭先阿傑二車 ，K 三車，阿 K 三跟二三走開咗，四車 Daniel 五車啊 ，Anas 六車再數係咪阿生六啊？阿生咧，頭先咧佢未起喎，好似係咪啊？阿生係咪未起㗎？六車冧咗啊！係咯，因為佢係未起，跟住佢話決定揸啊。T 三冇咗。冇事冇事，有兩架冇事。阿星就決定攞下飛機嗰架車啊，好似，跟住飛機就話冇頭段啦，唔知點解有乜有七啊，其實唔想人揸啫，最後我諗住，跟住阿星就決定揸，而家上咗一個比較前列嘅位置，出撞山 ，K 黐埋阿傑道，黐到，跟到噶 K K， 睇下點玩兩個，大家互相切磋下，好睇嘅，阿 K 後邊舐住，跟住再數 Daniel 係咪 Daniel 嚟噶第四車？係，係咯，阿 Daniel 啊比較少咁前，有陣時 Daniel 比較少攞獎嘅。哦 ，K K。
K K 有得跟下，阿 K、三 Chat、Daniel、Ernest、六福、Rambo、阿 Rita， 係啦 ，Rambo 同 Rita 呢兩個都係意外比較多嘅。我知 T 三。睇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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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個 Spin 就係阿生啊，就係咁啦。哇，有少少急啊，呢下出得。咁啊，頭一二 check 阿 K K 仍然跟得住，可能 K K 嘅策略就跟下先，睇下阿傑有啲乜嘢犯錯啊，懷疑佢。三 check 阿 K 冇事，三四五四五六撞山嗰度，阿 Daniel 跌咗格。邊個嚟㗎？嗰個咪 Ernest 嚟㗎？應該係啊 ，Ernest， 可能你比較少識嘅，其實 Ernest 識咗好耐㗎啦，都係。黃色嗰、那個。唔係四 check 嗰、那個，黃色衫前面嗰、那個，黃色係 Daniel 啊嘛。跟住咪 Rambo 嚟㗎，哇黐得到喎 Rambo， 佢仲勁喎，佢自己有個標嘅喎，睇翻啲 GPS 數據勁啊，做翻之後，跟住阿東啊 Professor 東有機會再上嘅，因為佢揸翻佢頭先嗰個比較快少少嘅車，得心應手嗰架車啊，一號車不過一號車就頭先係壞車嘅，佢一整翻好俾佢揸翻冇問題嘅，跟住再數落去我睇下啲教頭先阿老妖嗰班啦 ，Lawrence 喺邊啦，阿 Samson Rambo 上咗。Rambo 上咗教喎，過埋 Daniel 喎。嗱，你問我 Rambo 就古惑仔，啲手啲技術 OK 嘅。而家有架精神少少嘅車俾佢有得衝下喎呢節。好，再睇翻頭車一二車 ，K K 未黐到埋去三車阿 K， 三車阿 K 比較遠啦。睇下 K K 呢邊暫時仲未到進攻範圍。嗱，呢場我睇 Rambo 再上多格，過埋 Alex 上咗第四，比較少啊 Rambo 上到呢個名次啊，因為。哇！好睇啲抽，好睇。阿東已經上到嚟第呢格。嗱，你問我咧，阿東直頭係有機會挑戰獎杯啊！你問我，因為十四圈嘅決賽而家先跑咗四圈，阿東係有大家拭目以待呢一抽車。K K 仍然咬住阿傑少唔放住，阿 K 未黐到上去，擺得比較遠啦。呢抽好，阿東上先。哎呀，呢下心急啊！我覺得阿東自己，我覺得阿東自己心急，係啦，大把時間十圈，你架車追到嘅，慢慢追。好，影翻一二車。阿傑少好穩定喎都，啊，不過平時冇乜睇啦，你玩誒點樣揸穩定嘅。嗱咁啊，咦唔係喎，嗱一來啦，嗱 K K 本身都頭先玩八十，玩埋 T S 七組別攞咗個冠軍嘅啦，好悶地。咁你都黐到，我諗K K 有策略嘅，我覺得 K K 係有策略跑嘅，即係唔好放甩得嚟，又跟住係行，唔好咁心急。Rambo 帶開咗，哇 Rambo 醒喎，佢帶個士巴拿落去，不過問佢咩事，佢又唔講，原來係裝個標冇問題嘅，裝標。哦，後面有啲人有真係冇死嘅。好嗱，而家睇翻 K K， 仍然追住阿傑，好似近咗啦。我覺得 K K， 但係反而阿 K 就墮後咗。嗱，阿東咧佢，哎呀，架車快唔得咁心急啊，真係行個大外檔拋。嗱，過埋 Daniel 啦，阿東過 Rambo 都冇問題。你問我要追阿 K 要花少少時間，架車係快嘅，可能有機會上 Best Lap。我覺得佢可能有機會。頭先仍然阿傑笑做人，係啦，廿八 K K Best Lap。我 KK Best Lap 啊，唔好意思，噏錯咗係 KK Best Lap， 但係個距離望落又唔似喎，係咯又唔似話係 Best Lap 嗰只釘得住佢嗰只等佢喎。好，呢抽 Rambo 阿東、Daniel、Ernest， 大家睇睇，我諗啊可以睇啊，而家賽道上可以睇咩咧？一二啦，三唔使睇，四五睇下阿東點樣過 Rambo， 過硬㗎啦！你話我估就過硬，不過睇下點樣過同埋幾時過嘅啫，可能要跑多一圈啊，可能要。阿東其實出名冷靜，但估唔到喺呢刻佢都心急咗少少，嗱黐埋佢啦喺呢只彎度，有機會出撞山過。阿東做緊 best lap 已經，哦四百六六六，嗱出撞山睇下 Rambo 就唔需要放嘅，不過未必守到咁耐咯。你問我機會出直路都嚇、啊，都未必守到。咁一一二車喺呢度啱啱過傑少 KK 未過到，阿東嘗試行條錯嘅線，等於 Mark Sir 所講啦，行條錯嘅線先過啱嘅，出直路放盡架車。啱，抽唔到，抽唔到，架車爭叮叮啊！黐埋佢先啦，阿布克斯東。嗱，後邊嗰兩架車老妖個堆又好似又幾好玩噶喎，老幫我望下撞山嗰兩個邊個嚟嘅？係咪老妖尾排尾嗰幾個嚟嘅？白色頭盔啊，好似係阿羅倫啊，冇記錯。阿大魔又唔知去咗邊。阿東過去啦。阿東一個就放噶啦，玩完 Rambo。呢、這個應該係羅倫對幾多號車？幫我睇下，白色車係咪羅倫？係唔係先？白色頭盔，因為我就見唔到阿大魔。八號車邊個？八號車幫我睇睇有冇？冇啊，換咗。換咗，換到好亂啦。八號車望望先，應該係阿羅倫對廿三號車。廿三號車邊個咧？哦，廿三號車就老妖，即係守住尾門，跟住廿六開始見藍旗，都未睇藍旗住嘅。好，第三車阿 K，
仲有六圈嘅比賽。阿東出直路，阿東出直路過到 Ramble 發人啲肉，佢發哎呀 Ramble 跌到咁尾嘅，跌到係咯，跌咗幾格喎，唔知咩事，有冇幫我睇到頭先？唔知咩事？喺度啊！嗰個彎。哦 ，OK， 嗰個彎就下次講 T 幾啊，幫我講。好，繼續睇翻 Ever 啦，阿 J C 喺後邊。嗱 ，Ever 係第一望下件衫後邊有一個好特別嘅 logo， 係我哋第一代贊助商，係啦，我哋做錶嗰陣時個 logo 嚟嘅。零一啊，好耐不接埋個牌子好似。係啦，再睇翻啦，阿生啦，阿生嘅 check 法，但係冇辦法啦，頭先佢自己有少少意外咁追唔切。咁啊，再睇咪 Angus 嚟㗎個 ，Angus 係慢車，慢車。開始有慢車舉藍旗，黐到。嗱，你問我經驗 TT 就 OK 嘅，睇下慢車識唔識放。有冇人放？有冇人放？攞輪唔收，唔收，唔收入第一隻彎。K K 行過內檔，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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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呢兩架慢車係應該收慢少少嘅，你問我。係啊，有問一收佢哋就過，不過點知係掉住入去啊。好，冇人有著數，亦都冇人蝕底咗，繼續行翻。即係老妖同阿攞輪啊，冇記錯呢兩個守住尾門，尾一尾二啊，鬥緊啊 ！P 一 P 二鬥緊，尾一尾二鬥緊，同一 pat 車。阿 K 自己好悶，再數阿東上第四，阿東再上第三係要少少時間睇係得嘅，你問我。仲有四圈 ，Daniel 撞山 ，Ramble 未睇到。K K 尾出正路，出正路。正得，食氣流未得住，未夠，未夠啊！因為啊，其實啊，傑少架車都 OK 爽嘅，啊出直路冇乜機會蝕俾你，睇下點守啦，可能要養一養啦。嗱 ，K K 如果醒到就喺直路行條路先養一養，喂，我喺你隔離睇下嚇唔嚇到佢。開始有架慢車喺前面嗰、那個邊個嚟㗎？慢車嗰、那個睇唔到啊！阿 K 撞身其實黐得到嗰啲彎，出彎快嘅。咁論體重當然 K K 重一大截啦嚇，100cc 呢度重一啲嘅。嗱有個慢車，大家睇睇呢架慢車會唔會影響到？又係行一左一右，咩、哦、事？撞咗。大家幫我報一報咩事先，我已經問一二車先，唔係大炒啊。係。好得，冇問題。睇下出直路。K K 嘗試行條錯嘅先。咦阿哥去咗邊啊 ？Oscar 冇聽過佢嘅。嗰邊炒咗之後要炒。哦，佢有份炒咗。他們兩人穿件隊衫的嘛，藍色的嘛，那是三年前的了，好像是。KK 過了，你問我 KK 都很守得下的，其實暫時不過未上到一次 P1， 上到一次 P1 就，即如果上到第一名，那阿傑少可能心理會有少少影響，現在暫時未影響到。是的。忘記。忘記。照舊行，過壞車沒問題。呢幾個阿生同埋阿邊個嚟㗎？我話 Angus 啊，料啲咯。阿 K K 啲彎係快，不過直路輸冇計。係，黐得到啊！黐得到，冇用啊！你問我暫時未得呢？佢呢個位過冇用嚇，佢出直路 K K 唔應該係出直路過啊，唔應該會即係出直路過唔到阿傑少。你問我，佢喺啲彎度，除非真係可能有個輕微失誤插得到內檔，插到內檔都唔係咁易守到，其實。現在即幾頂的定果，你問我以車速和 performance 來說。好，繼續看看一二車前面那兩個阿森對阿不記得誰了，那有一個黃旗區域，跟著再看這邊阿 K 就自己一個跑緊，阿東黏了很多了其實，但是仍然要回來見 last 牌是不是？哦，翻嚟見 last 牌，我相信如果冇乜大變動啦，不過有兩架慢車，有機會呢兩架慢車，阿森呢度咧，阿森條頸擺曬啦。阿森條頸擺曬，見唔見到？揈曬條頸冇曬力咁計啦！哇！出埋草，出曬力個人冇力噶啦！嗱 ，K K 睇下呢段要追就追噶啦，冇就冇噶啦。見 last 一派翻嚟撲衝線，都黐埋咗，黐埋咗 K。阿東喺邊？呢度咯。哦，呢度啊，過埋添咯。我覺得阿東有機會，睇阿 K 先手先。嗱，我而家想睇下 K K， 因為前面有呢兩架慢車，阿 K K 頭 K 啊 ，K K 睇下好多 K K 啊，真係好啊，好多頭都痕啊！哎呀！過了嗱就係啦，嗱呢個位冇藍旗嘅經驗就喺呢度 ，K K 做得好靚嘅，係唯一一條線嘅啦，冇啦，玩完 ，game over 啊，過埋 K 過埋 K 啦，阿東過埋阿 K，game over 呢場阿 K K 做得相當好啊，講即係鬥車呢啲真係冇辦法，你真係鬥呢個好冷靜，爭重組未 ？Well done，K K 做得好啊，咁阿傑都 O K 嘅其實。都係即係第一次嚟 HKK 嘅話，其實都揸得好好啊，好穩定嘅發揮。但係就偏偏一早慢車，阿東過翻阿 K， 唔好抌春。
擺我件新衫得㗎啦，呢件衫擺咗三年可能唔得啦嚇。跟住呢個邊個真又認唔到啊？擺我邊個？次次都認唔到。係咯。跟住有 Rambo 都 OK 啦，其實 Rambo 好少上到咁高㗎啦，真係 Daniel 啦、Alice 啦、阿 Lolan 喺邊度啊 ？Lolan 阿哥阿姑喺邊啊？哦 ，Lolan 喺度，哎呀 ，Lolan 炒粉啊，真係。咁啊，呢個阿貓仔啦 ，Victor 係又係 Victor 阿哥，阿姑喺度啦，係咪？阿爸爸東啦，阿 Edward 啦，望住人啊，依影到大頭啊 ，Morris 啊，一樣好好睇嘅決賽，最即係最精彩，即係前段踎足咁耐啊 ，KK。就喺嗰只話最後一個機會冇噶啦，唔過就冇，就係嗰個過咗。恭喜曬 KK， 亦都順利完成曬今日我哋 HKQ 2023年3月19日嘅第一場 Welcome Back Race。多謝曬所有車手參加，我哋下一場就26日，不過爆咗嘅，再期就5月21日報名重促。多謝曬大家，拜拜。